Hello，大家好。上次答应过大家要继续讲一个插件，那么我今天讲一个我认为第二大好用的插件。我们再走一遍那个流程吧。大家还记得如何安装插件吗？Sketch Toolbox，right？我们就把这个玩意儿打开。好了，打开之后呢？搜索关键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我想说 measurements。好，大家看到这边有两个跳出来，也就是搜索引擎告诉我，我们现在有两个 option，然后这两个 option 呢都没有评分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哪个好，然后我觉得想去看一下 GitHub 上面的解释，然后。我因为自己之前看过这个大概的一个 introduction 的简介嘛，所以我觉得，哎，我比较喜欢第一个 sketch measure，然后我就把它安装一下，现在在下载，然后已经在我的 sketch 里面安装好了，那我就可以把这个 toolbox 关掉了，对我来说某有用了。然后我跑去 sketch 的 plugin，就像刚才所说的，这个 measure 还在嘛？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measure 有。1到7个功能，然后之后全部都是另外的一些杂选功能。有可能这个在我的页面之外，大家看的不是很清楚。但是我给大家使用的话，就比如说，我要在跟工程师合作的时候，我要把这个卡片告诉他定位。我先把这些 guideline 关掉。这张卡片，这是一个非常 random 的 UI。然后我要告诉 engineer 这个卡片应该放在哪里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是一个 red line。Red line 就是一个visual designer，就是如果你是视觉设计师的话，你会要需要对很多 elements 定义，比如说这个头像的大小，比如说这个字体的大小、字间距、字体选择、颜色、margin 距离等等等等。那这些东西手动操作的话，你这做到明年都做不完了，所以一定要用插件走捷径。人生真的是可以走捷径的。那我们现在就要走去 measure，然后我打开 measure，我想说 measure size，打开之后它有个 pop up，告诉你 resolution。那因为我们现在鉴于的也都是一乘一的话，所以大家就不要想太多，就选 standard 就可以了。然后它这边 measure 已经出来了，它告诉你高是475，宽是690。如果我在这里的字体的时候，我也想要给它字体做定义，那就是 get property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来了，然后我希望要知道这个，我不需要知道 border，我是想要知道这个字体的大小 line height，想要知道字体，然后我想要知道这个是什么字体，然后这个 style 是什么，然后我希望它在这段文字的下面 button 展现出来，然后我点 OK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没有选择字体，而选择了那个 folder。选择 folder 的话，它是无法收到这个信息的。好了，所以刚刚那个错误，希望大家引以为戒。因为我刚才选择的是这个文件夹，而没有选到这个文件夹里的字体，因为它非常好的 organize。如果我选文件夹的话，是什么都不会出现的。如果我选字体的话，你所有的 text，然后 font、line spacing，然后这个是 SFUI display light，然后。style 是 body，这个全部都有，然后大家可以就放在旁边，然后包括这个小的阿凡达，这个阿凡达是叫什么呢？阿凡达就是平时在用户的一些 profile 之类的，阿凡达就是一个用作用户头像之类的。如果我要 measure spacing 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如果只点击这一个图层的话，它是。会 measure 到整个 artboard 的上下左右。如果我要 measure 它这一个到这个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要把这个 background 选上，然后选这个以及 background 的话，我要把这两个元素全选齐了，然后我 measure spacing，它就会告诉你它上面离这里是30、30、30。所以你就是不停的选择图层，不停的选择你的 plugin measure 里的各种选项，大家可以不停的把玩一下。那这就比你自己去用手动的操作要方便不知道多少，而且非常非常快。
如果我要知道这个卡片，我要知道这个卡片，这个所谓的 card，它的距离和 spacing 的话，我只要这么做就行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它左右都是30。如果你需要量这里到这里的话，你就要选择这两个图层，然后再量间距。基本上就是这样。那一张图片上面，一个 artboard 上面不建议有太多太多的 red line 的数据，因为这样工程师也会看晕掉。但是它还是有非常绿色的话，都是表示那些 margin 和 distance。红色也是，然后它黄色的这个是表示字体的一个属性，然后这些都是基本上已经完全可以满足工程师所需要的数值了。所以你把这个东西给他们，你这个 guidebook 就已经做好了。还有一种方式是不是使用插件，但是你是使用另外一个软件，也可以通过 Sketch 用那个另外一个叫 Zeppelin 的软件打开 Sketch，然后当你点击各个图层的时候，你也会得到很多数据表达。所以是有不同的路径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。那如果你们的工程师愿意去学另外一个软件的话，就去学那个软件叫 Zeppelin。如果你们的工程师并不愿意，就是觉得嫌麻烦，那你就设计师就辛苦一点，装一下插件，然后把这些 red line 的表给他们，告诉他们字体大小啊、间距啊那些比较无聊的数值，但是有插件的话，可以省你很多时间嘛。如果大家用 Photoshop 的，大家也知道这个非常好用。然后它所有的数值都会作为文件夹形式，然后成为在你那个整个 Artboard 上，它会置顶的一些文件夹，然后你可以删除或者是修改之类的。所以基本上，今天这个插件是我觉得非常有用的。然后特别是当你设计到开发的步骤的时候，你非常需要这些数值去定义。帮助工程师们去定义那些参数。好了，那今天 Toolbox 就讲到这儿啦，拜拜。